我的人生里面没有一件这种情过，嗯，除非是持昌旭，对，不开心可能就是找到伴侣，就有可能，就是可能跟他在一起，我可以少奋斗20年那种，以前很排斥，现在很欢迎。我的 LINE 是姐姐，我不想努力了，我不想努力了，拜托。Gino 天道夹蛋超 GG， 林轩于日久生情派，除非池昌旭。我们俩现在都是喜剧的部分，他要救我的时候，我是真的就是拉链夹到蛋蛋，他硬要进来救我，然后我拿湿纸巾沾住脸，不让他发现我是谁。重点我们就看播出就知道，只知道最后跟一支护唇膏有关。润滑的功效，对，是。很懂，懂用。林轩与 Gino 在八点档《天道》为了家族利益假结婚，三立新闻网邀请这对欢喜冤家进行假情侣大灾问。你总共几题？300。因为你们不认识吧？我们之前就是我们算牌友。对啊、老实说，我以前很少跟他讲话。对，我们很少。Kiki 他不笑的时候，他其实脸是蛮臭的。我脸皮超薄的人，我很怕跟女生讲话，但让她误会，或者是让她就是觉得你要干嘛？对，拿热脸贴冷屁股。我们之间的话，应该就是有胡啊、碰啊、吃啊。第一眼看伴侣哪里？一、等等，我根本听不清楚你讲什么。第一眼看伴侣哪里？伴侣哦，对对对，一、二、三，腿。你是不是逻辑错了？但是我以为你刚问我伴侣，我以为你还在讲我们这个戏里面他是我伴侣的状况。戏里面你第一眼，因为他很常穿短裙啊。对，美吗？很美啊，不然怎么会看？很不美，他怎么会穿短裙？对不对？一、二、三，一见钟情。所以跟 Jimmy 就是日久生情。我一开始还真是没有。有什么想法？不会到讨厌吧？不会到讨厌，可是我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好冷漠。我的人生里面没有一见钟情过，除非是池昌旭。对、啊，那居然就是一见钟情了。因为我有发生过、啊，是比较会、啊，男生比较容易啊。所以那段恋情有成功，就是有追到？没有没有没有哦，也没有追到。对，我就直接被打枪。哎、欸，聊那么多私生活干嘛？奇怪。一、二、三，下厨。我脑子里好多、哦，我很多哎、欸，不见得，没有。我刚脑子第一个想到的是吹头发。那他有帮你吹过头发？一次，你觉得很烦？只有一次。其实我觉得很烦，因为男生吹头发都是跟吹狗毛一样，然后你弄完头发就会都打结。但下厨是啦，那你是有天分的吗？厨艺？我觉得可以。因为我也觉得，如果我有空一档的机会的话，我是想要去考。所以如果有一个女朋友目标，你就可能会把东西用好吃一点。不行是女朋友，最好追不到。什么意思？得不到的最珍贵。不开心，可能就是找到伴侣。就有可能，就是可能跟他在一起，我可以少奋斗20年那种。以前很排斥，现在很欢迎。我的 LINE 是姐姐，我不想努力了，我不想努力了，拜托。姐姐可以，姐姐 OK 啊，完全不一样啊。可以吗？可以，稍有年纪的轻熟女啊，我觉得她这边更棒。出去，这个我真的没有发生过。我很少讲吵，就是伤人的话，因为我是很理性的人。我觉得最伤人吵架就是不讲话。可是那对方一直很冷淡，拒绝跟你沟通，这种通常就走不久。尤其是叫我出去的，叫你出去比叫你下去好。喂，下去哪里？电梯下楼。